来自光之兄弟群体信息。关于简短披露全球高科技飞跃的发展，通灵莫尼克马修。地球的孩子们，光之子，星星之子，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总是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来到你们身边。莫尼克，他们告诉我，我们属于伟大舰队，这支大舰队非常非常存在于地球上。这部分舰队出现在地球上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地球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他们不一定来自你认识的人的疯狂及战争等，他们更加阴险。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监视人类，这样他就不会剥夺人类的人性，这样他就不会把他们变成机器。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对你们来说最大的危险是人工智慧，你们要对此保持警惕，请对此保持警惕，因为你们的世界正在滑向人工智慧，滑向半机器半人的人类，这是不允许的。莫尼克，他们告诉我，我们并不是反对人工智慧，而是反对你在地球上发现并试图实现的人工智慧。这是给你的，是那些不是你朋友的人低声告诉你们的，也就是说，那些不友善的人。在人工智慧为人类服务的可能性交到你们手中之前，人类必须更加清醒，不与低等势力、黑暗势力合作。我们本来可以很快停止你们的战争，但我们却让你们这么做了。目前，我们更关注的是无意识机器人，也就是说，你的行为并没有融入现实生活和灵性的概念。所以，我们正在观察，我们将尽一切可能确保那些领导人类走向这目标的人不会实现他们的愿望。如果是这种情况，地球将依然存在，但人类，正如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们的那样，已经发生了，可能会被这种人工智慧彻底摧毁。这种人工智慧比人类进化得更快，但完全没有感情、情绪和爱。你们必须明白，人必须永远是一切事物的主人，而人却把权力委托给了远高于他的权力，而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他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因为他无意识创造的东西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配他，而他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现在这个星球上有很多我们的弟兄。有些人会负责预测人类的疯狂，有些人只是想预测人类的愚蠢行为，特别是在放射的程度方面，但这对我们，你们的光之兄弟姐妹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请记住，我们告诉你们的话，人工智慧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支配它。他，人类，很快就会为人工智慧服务，而不是让他为他服务。但是，因为生命必须如此，因为人类必须作为一个有灵魂、有良知、心中有爱的人，所以我们将要保护人类，因为伟大的光之高层希望人类重新发现自己并获得自己的人性。人类必须保持人性，它不能成为半机器半人。我们要求人类不要让自己被编码，因为那将是它的损失，不要接受将晶片放入其中，因为总有一天你会被告知。这很好，因为在这个晶片上你有你的医疗档案等等，很实用，你不用再做任何事了。然而，人类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成为肉身机器人。不要让自己被植入，这很重要，否则你就失去了一切，你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精神意识，因为透过编码，
晶片，无论你在哪里，他们都会跟随你，他们对你拥有完全的权利。所以这取决于你，取决于人类说不。这并不容易，因为你会有压力。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深层政府想要束缚你们，他想要对人类拥有绝对的权利，但为他工作的人太少了，而你们却有那么多。此外，你们拥有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你们内在有爱与智慧之光，你们不仅可以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多，而且还可以用从你本身所散发出的爱和光与智慧来浸透他们。哦，当然，你不会改变他们，但你会让他们在毁灭人类的工作中效率大大降低，你知道这一点，我们不必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你，有些生物想要毁灭人性。但这些存在的背后是谁呢？这些是你们所说的不友善的人，他们想要接管地球，但地球不会属于那些服务暗光的人。地球将属于所有全心全意的想要服务于神圣之光与爱的存有，这是绝对确定的。莫尼克，他们告诉我，但是将会出现混乱。他们会想办法建立人性，这已经开始发生了，但是会有一个大的停止的时刻到来，而这个大的停止的时刻将会变得越来越清晰。你们会看到你们称之为深层政府的尼族大国的纸牌屋将一栋栋倒塌。它依然强大，但到了时候它就会崩溃。莫尼克，他们仍然告诉我，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可以干预，但我们希望人类能够自己理解，他们正在被操纵，这一切背后有强大的力量，他们可以自己理解并维护自己，醒来并说，我们不同意，我们不想要这个。如果我们干预，人类将无法理解任何事情，并且必须重新学习一切，而在这里，你们真的已经到了最后，我们想要拯救尽可能多的人，以便所有众生，我们的兄弟和我们的姐妹，但我们说我们的兄弟可以进入新世界，但我们不想简化任务，每个人都必须过自己该过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成为自己的主人。你们将不得不忍受这一切一段时间，但是一种巨大的势头正在世界各地兴起，一种反对非常低劣的力量的势头，因为这种势头是人类伟大觉醒的一部分。与生活在地球上的数十亿人类相比，这种势头不会对应于所有人类，而是对应于一小部分，即使有一半，那已经很美妙了，因为你们和我们会合作得很好，也就是说你们改变自己，我们帮助你们。这就是我们想告诉你们的。我们只想补充一点，这个时期非常特殊，非常困难，需要很大的力量和勇气，才能度过疯狂的领导人想要强加给你们的一切。不管怎样，无论我们有形或无形，你们都会到达那里。你会到达那里的。你们被深深地爱着与支持着。来自光之兄弟群体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
Thank you.